今天还跟同学下楼梯的时候讨论到，有的同学说能不能说中医治本，西医治标？我说好像不能这样讲，这样好像冤枉人家西医。你看中医治病，它是按照分析病机，然后我按病机来治，那么就是求本了。那么病机换成西医表达，不就是病理吗？其实你西医它做一个药物，它治疗一个，它是按照病疾病发生发展的原理来的，只是对于单因素疾病，它要找到这个病的本质很容易，不细菌感染的，说它疗效好，但是大部分的内科病，比如说冠心病啊、高血压、糖尿病，它是多因素符合而成。那么多因素具体到病人身上，你不知道是哪几个因素组合而产生起来的。甚至还原分析方法，我感觉到在多因素的情况下，它要还原到究竟，比如最上游的那些因素，恐怕不容易。你说最上游最后没办法找，就说基因哦。但基因也麻烦，你到了基因，你能把它搞掉吗？假如某种病只是跟个别基因有关，你恐怕还不太好动，不一定容易动。为什么？它有这个治病作用，它还有其他作用啊。更不用说有的病它跟不是一个基因，很多基因都关，那怎么办？还有大家都有这个基因，为什么人家没你那么厉害？人家根本不发病。人家表呃，你表达，人家不表达；你表达很充分，人家表达不充分，那还是有不一样。所以还原分析方法碰到因素复杂的，我觉得有点力不从心，不见得能还原到最究竟的那个病因。但是西方人的观念就是这样：今天不行，明天；明天不行，后天；反正总有一天，愚公移山能搞定。中国人很简单。你不说一团乱麻吗？反正都剪，理不了，那就会一箭一飞断，管你那么多。你这种病最终用化痰药有效，我医学不是求的是疗效吗？那么我就直达本质，就用化痰药来治疗，就把你这种病固化下来，就叫痰。那以后很简单的，我对号入座。碰到这种情况用化痰药，就等于说把复杂的东西简化了。古人有时会这样，直接有效，但是你说它是优点缺点，自己慢慢想吧，慢慢评判吧。等一下我举些例子，你可以判断是优点缺点，或者是不容易判断。至少你觉得也值得参考，因为毕竟我怎么举例都是个例。啊，我这里为什么要加了个类软性包块呢？比如像煤和气，它自我感觉有个棉花球，实际上你看是看不到东西，所以它类似这种感觉，实际上喉镜看不到，你摸也摸不着，这种也算痰。痰饮的形成，其实比较简单，没有那么复杂。什么六淫七情，不管什么病因，作用到人体，只要引起肺、脾、肾、肝三焦功能失常，不管哪一个脏功能失常，影响到水液代谢，水液停下来，都有可能形成水湿痰饮。但是不同病人体内的生化环境不一样。可能有人是水，有的湿，有的是痰，有的是饮，有的都有，但机制差不多。呼吸一下，肺通调水道，脾运化水液，肾主水，肝主疏泄，气行者水行，三焦水液运行通道。你比如说外感六淫，你外感寒邪，首先上肺，肺湿酸化疏降，可能直接就变成痰。你再时间久一点，可能就变水了。其他我的例子就不一一举例了。我们看看痰饮的治病特点。它这里是连痰带饮一起说，其实更多我感觉讲的是痰。第一个，阻滞气血运行。你看我们卡吐而出的痰，
经常是停留在肺，所以有时这里停留的多，它还有一个胸部憋闷的感觉，这是气滞的。更明显的是这一种远性包块类的东西，不管停在哪里，都会妨碍气的运行，甚至直接就妨碍血的运行。所以再往下，假如有这类痰，很容易再往下就是瘀，痰瘀相间，这在中医学是很常见的，这是妨碍气血运行，会出现局部的胀闷感。假如有淤血，还会出现后面讲的淤血的表现。第二个，影响水液代谢，这是恶性循环了。那你看，它前提水湿痰饮的产生是肺、脾、肾三焦肝功能失常。以脾为例，脾不能运化水湿，水湿停留，首先被淹的就是脾。那脾被淹，又不能运化水湿，那不这就是恶性循环了吗？影响水液代谢是这样的。还有形成水湿痰饮，水湿痰饮还会流动的。比如脾为生痰之源，肺为储痰之器，明明长在脾，它装不下了，放到肺，那又影响到肺，肺又影响水液代谢。所以这个影响水液代谢，其实比较好玩的是第三种，治病广泛，变化多多。你看刚才讲的那种，那种名字都怪怪的。阴流、雷逆、梅核气、痰核，还有这种什么阴疽，这个以后你们学内科会学。阴疽假如学西医出身根本无法理解，阴疽深部脓肿，像近似于吧，我不能说一样，一定是。为什么叫阴疽呢？深部的脓肿，因为长在太深了，所以它表皮不红不肿。表皮不红不肿就不是热症，而摸上去软软的，你软的就是痰。还有刚好这类病用化痰药有效，你们以后学一个方叫阳和汤，它里面有温经上寒活血化痰的药物，所以至少你不能说阴虚都是痰，至少里面含有痰的因素在里面。其实前人还教你一句话更简单，怪病多由痰作祟，也就是说碰到稀奇古怪的病，你没有任何思路，先从痰试一下。那排序大概是这样，怪病有几种说法，一个是多痰，一个是多瘀，一个是多风，应该说那种莫名其妙的病跟这三个因素的关联会更大。我举个例子吧，大概几年前有一个病人，他来看病，他的病有点怪，面部好像感觉是长了一个有点像一个小疙瘩一样的东西，那么有个小疙瘩摸上去软软的，那你很容易怀疑什么是脂肪瘤之类的。那它的古怪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它可以走的。它比如说它现在在这里，可能一小时之后就到这里。再可能第二天就跑到这里。因为我看它那个诊断是它不是来我这里不是首诊，已经很多医院看过了。没有一个检查结论，我估计它也不愿意做什么病理检查吧。肯定不是恶性的，你搞了一年多，反正那个人也挺好的状态。但是我想不明白是什么，因为从西医的角度好像无法解释我。是啊，你说结构性的东西它怎么可能走来走去？那么唯一像的东西会不会是过敏？是啊，比如你过敏这里出来一块，等一下又消了那边。但过敏说单一个的也不，它不是多发哦，就一个。好像这个也不好解释。西医也没诊断。那没有就没有吧，按中医来解释吧。你不是远性包块吗？寒。第二个有点红，微微有热。第三个走，风性散行，有风有痰有热，面部在阳明经，就这么简单了。
我看用了个什么方呢？可能有的非公伯同学可能有的学过签证散。签证散治什么呢？压根不是治这个病。签证散是治面瘫的。但他的病机是风痰在阳明经。病机接近，只是那个方是温的，你现在是有点热，微红。我在那个方基础上加了一点偏寒的化痰驱风的药物，再加强了一两味引经药到阳明，因为那个方本来就有到阳明经的药，我再加强一两味。那么严格来讲，西医没诊断，中医诊断很简单，你有什么象就是什么诊断，那么吃下去一个礼拜之后没了，好了，也不是什么神医，中医就是这样啊。所以有的同学觉得很奇怪，我没见过的病我能治吗？中医的好处就是你没见过的你都能治，只要你把那个东西放进你的原来体系之中分析，它有几个因素就几个因素。当然我不敢保证说你以后碰到每一个效果都很好，但我觉得能减轻至少不是问题，因为当然你不是每个病都能治好的，是吧？能减轻能控制至少不是问题。那么你说能不能效果就一个礼拜好了，甚至好了都不知道是什么病，至少西医不是什么病，我也不知道什么病，但中医我知道它是什么病。所以有的同学说这有没有重复性问题，你西医治好了吗？你搞了一年，我不管你重复性不重复性，你因为没诊断还压根没办法，用什么办法呢？我不知道，三素一汤吧，也是。我估计抗生素是免不了的，管你什么有点红，不是炎症吗？接下来，益咬蒙蔽心神，应该是益蒙蔽心神。其实从刚才那个癫跟狂那里来的，癫狂这种精神类疾病，经常用化痰药有效。可能它还有一个影响，你说为什么容易蒙蔽心神，你不蒙蔽其他？复习一下心神吧。记不记得心神？心神以清明为要，你现在痰是会轴性阴轴性的病理产物，所以你蒙到其他那里可能有表现没那么鲜明，你蒙到以清明为要的心神，就好像那个白墙，你泼一点灰的水上去就非常分明，不用黑水，应该是这样。所以它在心神方面很容易出现症状，而治疗这一类的疾病癫了狂啊，不加化痰药能不能有效呢？可能也能有一部分效，但加了肯定会更好。接下来是淤血，这个容易理解的，很直观的东西。使体内血液停滞不能正常循行，然后停滞在体内，或者是停滞在体内的离经之血。你注意，这个淤血的来源其实有两种哦，一种是血行减慢，慢到最后停下来；第二种是先出血，但是还在体内没有排出去，停滞下来。成为淤血，尤其注意我刚刚讲的第二种，因为第一种很容易理解，血行减慢，慢到最后停下来，但第一种出了血没排出体外，停积在体内形成淤血，这种可能容易忘记。淤血的形成，前面这一大堆的字眼可以不管它，不管什么病因影响到气血运行，尤其是气的运行，最终可能影响到血。好，简单举例，比如六淫寒性凝滞，直接就瘀了。思维阴邪阻遏气机，先阻遏气机，气滞容易血瘀。热邪容易破血妄行，先出血，没排出来，停留在体内也可以瘀。比如七情影响气，气一影响就影响到血。也可以瘀。淤血的形成，
这种出血导致瘀，就是刚才讲的离经之血，出了血没有排出体外，停滞在体内。那么现在就又多来一种出血了，第一种气不摄血，第二种血热出血，第三种外伤出血，还有第四种淤血本身导致出血。你先记下来吧，等一下再解释。可能有同学觉得奇怪，淤血这么不停了吗？又出啊，等一下再说。第二个是气滞之瘀，不需要解释了。第三，阴虚之瘀。第一个是阳气虚，阳气虚容易理解，有两个机制。阳气虚无不止两个哦，阳气虚无力推动，可以导致瘀。假如阳虚，阳虚则寒，寒性凝滞可以瘀。还有一个阳气虚不能固摄血液，先出血，血没排出去导致瘀。下来一个就存疑了，教科书说阴虚脉道失于濡润而僵化。哎呀，我也不能说他错，好像临床边这样干的，你不等于说动脉硬化用滋阴药吗？没有这样做的。凡是体内的，比如说形质改变，比如内脏的变形、内脏的肿大、动脉硬化，在中医通常就两个因素，不是痰就是瘀。很少说阴虚啊，因为你补阴有什么麻烦？那更麻烦，阳化气阴成形，它不已经够硬了，你还促进它成形？这句存疑，没有临床操作性，没有人动脉硬化用滋阴药物的，因为你这样反推就动脉硬化用滋阴药物，动脉硬化通常就用化痰、活血药。下来血热之瘀，血热之瘀机理有两个，第一个破血妄行，先出血没排出体外停留下来之瘀，第二个有点点是这样的，这种血热应该是慢性的长期的，慢性的长期的血热会煎熬津液，等于血液里面的水分减少了，血液就浓缩了，血液的粘稠度增高，然后导致瘀，所以血热治瘀两个机理。最后一个是血寒治瘀容易解决，寒性凝滞。淤血的形成啊，互为因果吧，堵滞气机，有形的东西堵在体内，当然气不运行。所以这两类药，活血药、行气药。经常同时用，临床导师要分辨是气滞导致血瘀还是血瘀导致气滞。感觉假如按渐进式发展，多半是气滞导致血瘀。你说有没有血瘀导致气滞的呢？有，跌打损伤，比如说我一下扭伤了脚，整一块肿起来青紫，那是瘀，但是它会牵连上下有一整片。都有点胀胀闷闷的感觉，那个影响到气滞，所以从概率来讲，气滞影响血瘀更多。第二个，影响血脉运行，你看血瘀停留在哪里，但是问题血不管停留在哪里，即便它是停留在一个脏器，毕竟血循环是一个体系，你有东西堵在里面，那么血液运行肯定是受影响的。第三，引血心血生成，我觉得这一个是从临床角度总结出来的。比如说一些血虚的病人，古人是经常这样，你用了补血药，有时效果不是很理想，他加点活血药，补血的效果就出来了，所以他就归纳出一个结论性的东西，叫做旧血不去，新血不生。所以你看看我上次讲过那个四物汤，其中的当归跟川芎就能活血，
旧血不去，新血不生，应该是从临床带出来的观念。这观念不是医学早期的，早期没有，比较靠后期的。最后一个是病位固定，病症繁多。病位固定就瘀在哪里，就在哪里的局部出现症状。至于病症繁多有什么，看下面。那你注意的标目啊，刚才这个是治病特点，现在是病症特点。第一个疼痛，教科书说是刺痛固定巨按夜间加剧，我觉得把刺痛稍稍外延一下，刺痛指的是针扎样，我感觉有时候淤血未必是针刺样，可能表达成尖锐性疼痛会涵盖性，比如针刺、刀割、电灼，反正很局部、很分明、很清晰的那种痛，多半是瘀，但是还要跟后面几个固定，哪里痛就哪里瘀就哪里痛。那不固定的有两类啊，可能印象很深的是刚才讲的第一类风。风性上行，其实还有一类我前面没讲过，气滞，气滞也不太固定。那气滞复习一下，气滞是胀痛。你说为什么气滞是不固定呢？你注意，气滞是临时性的，而且跟情绪关联很大。比如说我今天心情不好，那就是少腹胀，我下午好了，不胀了，明天又不好，他不少腹了，他跑到胸胁脏，他可以走，因为他不固定，他是气流。所以气滞痛可以没那么固定，风不固定，这固定的多半是瘀。